练声啊，这个练声，唱歌人都要练声。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关于这个练声这个事情，以及我对练声这个事情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解和想法啊。所以我们从最开始，你看啊，学唱歌开始，你去找老师上课，那就一定从练声开始，对吗？而且呢，就多少年学习啊，咱一直要练声，一直要练声，唱歌之前都要练声。那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？就为什么一定要练声，对吗？那个，实际上啊，假如说你已经是歌唱家，那么你唱歌，你不练声，你开口可以，你歌唱家嘛，对吧？你不练声，直接来，张嘴就来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就为什么这个我们都要练？因为我们这没到歌唱家的级别，所以都得练。这个当然我可以这么讲啊。你要是歌唱家，他唱之前，保护嗓子，让他活动一下，练几句也是可以啊。那多数歌唱家都会这么做，就是在你上台之前，演出之前，你一定会在琴房里这个练几句的，哪怕5分钟也好，2分钟也好，对吧？有的人多一点10分钟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练声的目的呢，就不是说我要练技术了，这个时候他是要 warm up，就是说怕热身一下。好比说你做体育运动，你去游泳，这教练都讲你要最好热身一下，啊，把身体活动开，你不容易抽筋，对吧？不容易怎么不容易受伤，这个是练声的一个它的一个作用，一个功能，就是我们 warm up，就给嗓子就启动一下，让它整个身体的这个歌唱的状态启动一下，让它进入，预热一下也好，让它进入歌唱状态。这个是练声。我们讲，就如果你是歌唱家了啊，你职业的歌手了，你练声的目的基本上是属于这个性质的一个作用，就是它是 warm up 的作用。但是呢，我们假如说我们都还是学生，对吗？我们还在学习歌唱。那这个时候练声的目的，那就不是说是热声了，就不是热声了。这个，他练声的目的，他的主要目的就变成是训练技术。就因为你还在学嘛，你肯定是你还唱不好，唱不好，所以才需要学，对吧？你唱好了就不用学了。那么需要学的过程中，老师就会一定要给你练声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练声比唱歌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唱歌它要比练声复杂得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唱歌它的歌曲，它这个歌曲，它有旋律一直在走，一直在走，不一样的每一句都是不一样。而且有些时候旋律有大跳啊，这个上上下下。除了旋律不一样以外呢，它还有就是说它歌词，它有歌词，对吧？你不论唱什么语言的作品，它都有歌词，歌词一直在换。就是你很忙啊，你很忙，你要唱那些歌词，很多很多事情要照顾，所以呢，它就不如练声来的简单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看练声，咪嘛咪嘛，这一样的，它就是这个结构，它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在钢琴上一个半个音半个音的一路往高音去，然后再一路下来到最低音，它的结构一样，它比较简单。然后它的元音，你看啊，你好比说。它没有很多字一直在变，它就是咪咪就是咪，妈就是妈，对吧？最多你5个一起来，妈咪咪哞哞一起唱，妈咪咪哞哞或者咪咪妈哞哞，你怎么变它就是5个，对吧？我们练声一般就练五个元音，就是你倒颠来倒去，反正就5个元音吧，顶多加不同的辅音的字头，妈或者爸什么，你加爱加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它还是会比这个唱歌简单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复杂。所以就大家都老师一定要给你练声开始，因为它容易操作，对你来讲，你容易掌握得到。所以这个是练声，我们学习过程中练声的，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训练技术。所以呢，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练声曲，它的难度系数也不一样，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也是都有一点它。针对的东西吧，我们练声曲的话，那么这个是不是我讲的重点？我想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练声，
你看他必须是钢筋上，你所有的在你所有的你的声区里，从你的最低音可以练到你的最高音，一路上一路下，就把你能唱到的音都要把它练了。这个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哈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能唱到的音一粒一粒都没有落下，然后你肯定五个元音都要练到的 R U O R A E 对吗？这个五个包你一定肯定都要训练到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你所有的这个声区的这个音域里的音，你五个元音都练了。那么除了就一些比方说复合元音啊，这个它也是这个介于这个五个元音衍生出来的一些元音，我们就不去讲它，就讲这个五个元音。你所有的都练到了以后，那么你想我们演唱的歌曲，不论你什么歌，你字也好，你无非就是这个五 R E 加上五个元音，加上另外一个辅助衍生出来的这个元音，好比说德语的啊，法语的这个也不在这个里面，五个里面，但是就是一个意思了。你都练到了以后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，我觉得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，看不知道贴不贴贴啊？好比说是活字印刷。这是我自己想了啊，应该是独创啊，我从来没人听过这个练声和这个和活字印刷连在一起，所以我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个有点像，为什么呢？你看我们把五个元音啊，每个音都练到，这个过程中在练声的过程中，我们就是在找你这个每一个练到的音，特定的这一粒钢琴上的独是特就是固定的这个音高里。你把这个五个元音练到它的最美，这是练声的目的嘛，对吧？你不管哪条练声曲，我上下练，老师给你练的过程中，他一定就是让把你不对啊，重来，不对，重来，练到你对了，你发出这个音最好的效果。你好比说这个是哆的话，你五个元音在这里发，好比说歪对吗？你五个元音，不论你什么练习。你唱到这个多，好比说老师给你练，啊，就是啊，五二一，就是老师会帮你找到，这是个例子啊。好比说这个是多这个音，我们练到五个元音，你练到了最好的效果，老师说你对的声音，那就是你练到的最好的效果。我们以最后你当你练成歌唱家的这个时候来讲，就是你已经把这个音高，在这个音高上，你五个元音都唱到了你本身你的条件最棒的声音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音就已经固定下来了，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整个操作的系统里，你的肌肉里已经形成了这个条件的反射，就你只要唱到这个音，不论什么歌曲啊，你只要歌曲里到了这一粒音哆哈，高音哆 C， 管它如果是歌词是啊的包，你就永远都是这个效果，一张嘴，啊，就你管它什么歌，它最后延长的时候都是元音在延长，所以你元音延长的时候，你就是永远出这个效果，啊，就是这个啊的效果，对吧？如果是歌词是 A， 那你就唱 A。A 的效果，你唱是呜，歌词是呜，你就唱出这个音，你练了千百万次啊，没有那么夸张啊，几万次，有可能百万次啊，这个音你可能训练十来年，你就不知道唱了多少回了，这个就是你通过无数次的这个训练操作，你把这个音高里的这个元音的这个样最好的样子，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条件的反射，所以你只要是不论什么歌。你这个原因，你就把这个你练好的这个储存在大脑里的这个条件的反射，就好比说我现在这个打字印刷啊，排版啊，这篇文章，然后我现在要印刷了，我这个字库里一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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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字啊，就是里面挑出来排版，
伊丽丽这篇文章啊，第一句话，比方说，哎，你吃饭了没？好，你拿出来，按进去，吃饭了没？是一样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假如说练声，你把所有你的声区练到了，你每一粒音练到你自己最好的一个效果，就相当于你把一粒一粒的字就打造好以后，放在这边等，然后你歌曲拿来，这个我第一句，对吧？随便什么歌，我爱你中国，我高、哦、这个音高开始，这个音高在这开始啊，在哪里哪里哪里啊？这个，好比说是 F 啊，好比说 F 拿出来什么包 ？F 里面好比说有五 O I 五个给你选对吗？那么你这个是我，如果说我就是 O 嘛，那 F 这个音高我练好的五个排版在这里了，那我现在我就把我的这个抽出来放进来 ，I 哦 I。什么音高是哪个包 ？I 是 R E 的混合，你把这拿出来摆进去，这个、就唱歌了嘛，对吧？这就是唱歌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像的，就是我们练声的目的最终是打造这个活字。假如说我们以这个排版活字印刷的这个事情来解释的话呢？那么练声就是在打造这个一粒粒字的过程，一粒粒的独立的这个字，啊，每个元音，每个音高，具体到每一粒音，它就是你要千锤百炼，练到这粒音高，这个 vowel 它出来你的声音最好的效果，然后你固定住，把它打造成型，打造成型以后就储存在你的脑子里，你的所有的这个条肌肉的已经打造成型，只要是这个音高，这个 vowel， 我。一拿出来就是这样，不会变。你唱一百次，它一百次都是一样的，就像这个工厂，你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一样，你不能一个是圆的，一个是方的，一个是直的，你怎么弄啊？你弄不了了这个事情。所以练声的目的，最后就是打造出每一粒音，它每一个相对的元音，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成型的一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唱歌的时候。你就看着它歌曲是什么音高什么原音，然后你把它套进去，所以最后唱歌你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嘛，对吧？不一样就是歌词辅音，你不认什么歌，你就是拿来套，拿来安进去。所以这个是我理解中，就是我们训练过程中这个练声它的一个真正的目的。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体会啊，我的一个看法，以及对练声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它是这么一件事情。然后 OK，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让大家就是说明白，你在上课也好，自己练习的过程中也好，你练声的目的你要是为了什么，是为了把每一粒音的对应的每一个元音把它唱到你的条件，你的声部，就是你自己吧，好吧，别说的那么复杂，就是你自己最好的一个唱出来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效果，这个就是我们练声的目的。 OK， 好。